调节水体 pH 值，具有吸附功能，能提高鱼儿免疫力。这样好用的滤材价格还很便宜，它就是火山石。它呢是火山喷发过程中岩浆冷却后形成的，内部有大量密集气孔，质量比较轻，在水里呢可以浮起来，又被叫做浮石，能保温隔热，耐酸碱耐腐蚀，本身没有污染和放射性。首先呢，它对鱼缸的好处就是调节水体 pH， 水体是酸性或者是碱性，它可以调节水体调整到接近中性，因此无论是喜欢弱酸弱碱性的鱼都可以经受中性水质。第二呢，多孔的结构能吸附水中杂质，给消化细菌和益生菌等提供繁殖生活的空间，本身也释放矿物质，当水体矿物质少的时候就释放，多了呢就会吸附。那第三呢，提高鱼儿的免疫力。火山石还有丰富的钠、镁、硅、铝等几十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这些呢对鱼儿的生长是有很大帮助的，促进鱼儿的新陈代谢，排出有害物。长期的放在鱼缸内，能轻微释放红外线，具有一定的消毒抑菌作用，可以有效的防治病患。关键是价格还非常的便宜。好了，伙伴们，那就别错过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喽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